弟弟跑上来了，老师走进来了，洗衣机买回来了，车开过来了，那些跳伞运动员从飞机上跳下去了，笼子里的小鸟飞出去了，丑小鸭，鸭妈妈有七个孩子。 其中的一个又胖又丑，跟别的小鸭子不一样，大家都不喜欢它，叫它丑小鸭。丑小鸭很难过，悄悄地从家里跑了出来，在外边它又孤单又害怕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 丑小鸭长大了，一天，它来到湖边，看见一群美丽的天鹅飞过来，羡慕极了。它惭愧地低下了头。忽然，它吃惊地发现，水中的自己不再是那个又胖又丑的小鸭子了，自己就是一只美丽的天鹅。 他高兴地展开洁白的翅膀，和那些天鹅一起向蓝蓝的天空飞去。丑，丑，吃藕丑。丑相，丑恶，出丑，丑。 丑相，且而且，那个人长得很丑。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。洗衣机，昨天爸爸买了一台洗衣机，用洗衣机洗衣服很方便。跳伞，小华的哥哥是跳伞运动员，飞行员。 都要学会跳伞。笼子，小鸟从笼子里飞出去了。笼子里有三只母鸡，其中，其他。 其实，我有三个书包，其中一个是红色的。窗台上有四盆花，其中一盆是我的。难过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非常难过。考试没考好，我心里很难过。孤单，孤，咯呜咕。 孤单，孤独，孤立。单，的安，单。单一，单独，名单。一个人在外面，他感到很孤单。爸爸妈妈都不在家。 我一个人很孤单。日子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，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天鹅，鹅毛，烧鹅。远处飞来一只美丽的白天鹅，一群天鹅在湖面上游来游去。惭愧，残，慈安残。
惭愧，自惭形秽。惭，惭愧。见，渐渐。愧，科为愧。惭愧，羞愧。我不小心打碎了花瓶，感到很惭愧。看到别人的分数都比自己高，小华十分惭愧。吃惊，惊，鸡鹰惊。惊人，吃惊，惊奇，惊动，惊喜，惊叹。叔叔突然从中国来看望我们，让我很吃惊。看到这个结果，他非常吃惊。发现，我发现了课文中的一个小错误。妈妈发现他最近心情不好。展开，展，知俺展。画展，展览，发展，展示。小鸟展开翅膀，飞向天空。老鹰展开翅膀飞走了。洁白，洁，鸡爷洁。洁白，整洁，纯洁。天鹅长着洁白的羽毛，他把墨水洒在洁白的床单上了。翅膀，翅，翅。翅膀，鸡翅，展翅高飞。树上的小鸟不停地扇动着翅膀，这只鸡的翅膀被折断了，很可怜。象，象，蜥蜴昂，象。方向，面向，向东。他慢慢地向我走来，他站起来走向讲台。哥哥，你的风筝呢？在墙上挂着呢。这个风筝真大。哎呀，风筝从墙上掉下来了。没关系，你拿过来我仔细看看。真漂亮，这是一只燕子吗？是啊，在中国这种风筝特别多，我帮你挂上去吧。不用了，咱们去放风筝吧。太好了，这个风筝这么大，能飞起来吗？能，你看。啊，风筝飞起来了。怎样拿毛笔？做鞋。月月的爷爷会做皮鞋。雪雪的爷爷会做皮靴，月月的爷爷为雪雪做皮鞋，雪雪的爷爷为月月做皮靴。月月、雪雪穿着皮靴、皮鞋，谢爷爷。